酒。哦，我刚刚讲为什么哈？因为哈，这个有含丰富的钙质，哦，还有那个十二种微量元素哈，我没有拿去做化验。那这个是我们对各位最高的一个敬意，哦，不然呢，我们直接拿高粱给你就好了哈。那，为什么我们要拿小米酒？就是这个原因。哦，来，现在哈，杯子没有杯子的举手，先不要喝哦，先不要喝哈。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酒味，哦，没有酒精味哈。为什么？这是纯酿造的东西，先不要喝哦哈。来，杯子里面，我现在要教各位怎么喝。哦，因为这小米酒哈是，祖先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哈，所以每当我们要喝小米酒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仪式。来，现在左手拿杯子，左手嘿，刚才上厕所有没有洗手？有。我相信各位都很爱干净，你们一定都有洗手哦啊，所以我现在哈，哎，来右手这一只手指头比出来哈，来举高一点哈。来，不是这只哦，哈，这只没礼貌哈，这只，来，伸进去，打了，要我左三圈，右三圈，来往天空撒三次哈，二三，哦，这是要拜我们的祖灵，好，拜天，来再来，打了，哦，来撒在地上，哦，敬一下我们的地基主哈，就是我家的，哦，我家的哈，希望他们可以带给你平安快乐，来再来，打了，哦，来。抹在自己的喉咙，哦，为什么知道吗？等一下喝下去的时候，开胃解掉，会比较顺畅。来，我现在教各位怎么喝哈。来，两只手举起来喊，一啦，救，不是乌龙是救，一啦乌是很开心，一啦救是扛败的意思哈。来，我们再一次来一杯。我听各位的声音哈，如果你们声音不够大声，代表哈对我们的主灵哈可能不是很开心哦，那他就不会保护你们，所以你们要大声一点，好不好？来，预备，起，一、二、九，来，干杯！来，这一杯喝下去，保你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一路上都能够平安，子子孙吼，读书拢读第一名哦。你家赚大钱，让你开，安尼好不好？好。来，现在呢，我们即将呢，为各位还想不想再喝？这个都是招待各位的哈。哎，你们要喝的话，尽量喝，举手就好了。哦。哎，不要客气哈。我跟各位讲，来到山上，到我家有两个原则，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哈，有两个禁忌啦。第一个，先捡半天山卖雪花粥。第二个，哦。来到这边，我就希望各位可以开心，哦，就只有这两个禁忌而已。如果你不开心，都不可以。我们台湾五级人为各位带来的台湾风情，哦，这个长达八分钟，哦，它是把我们从300多年前的一个歌曲还有舞蹈，哦，一直从3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哦，它所呈现出来的，哎，它所呈现出来的一连串的歌舞。等一下。如果他们表演得很精彩，希望各位用你的爱心，用你关怀的心，哦，给他们掌声鼓励，这样好不好？好，哦，给他们支持哦。来，我们再次的用你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台湾舞集为各位带来的台湾风情。来，我先祷告。哦，来，现在哦，为各位带来的台湾风情呢。